收看《内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莫西。如果你当年是动漫迷的话，相信对当初爆红的东京餐总应该不太陌生吧？万代南梦宫最近推出了首款以它为主题的 PS4 游戏，听说内容可是大有来头呢，赶快一起来看看吧！东京餐总为集英社于2011年4月1日开始连载的漫画作品，当时可让作者石田翠在短时间内就受到各方关注，作品更是在后来正式动画化，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动漫 IP。 本次推出的 PS4 独占游戏新作《东京餐总 RE Code to Exist》模式采用大家耳熟能详的生存战斗模式，不管在游戏中你是扮演需要吃人为生的餐总，还是与其对抗的搜查官，只要能在场上想尽办法存活下来，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。游戏这次也支援了多人连线模式，新手想要抱大腿或是想跟身边的好朋友一起组队都是可以的。本作目前预计于今年冬季推出，喜欢东京餐总或是想要体验另类生存游戏的玩家们，这款说不定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